嗨，吴亦凡，我们是 GQ 五十问，想问你五十个问题。来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刚才看秀。那么，刚才一小时里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刚才一小时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个，我来到这个 Barbie 这个店里面，然后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，尤其是这个小熊，我很喜欢。用三个词形容一下今天的心情。今天实话说啊，困。遇到认识很久但从未谋面的人，第一句话会说什么？哎，咱俩是那个笔友还是网友啊？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打发时间？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一个人的时候睡觉玩游戏。睡前半小时都在做什么？睡前半小时洗脸刷牙玩游戏。要不我们先点点东西吃吃？可以。Hi there. Hi. Could I order some afternoon tea, please? Yes, of course. Yeah. Hi, please. May I ask you 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in London?No, it's my second time actually. Okay, perfect. We'll serve your tea upstairs. Okay, thank you. 要不我们先转转？好。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哭是我拍那个，我有一些话想对六爷说，就是我们这个老炮儿这个电影里面的这句话，在里面呢我很感动，就哭了。你觉得最扯的一句心灵鸡汤是什么？哎呦，等一下啊，我的眼睛。哎呦，小心。你再问一次。你觉得最扯的一句心灵鸡汤是什么？心灵鸡汤啊，最扯的一句是那个，没什么特别扯的吧？好像。最擅长的一道菜是哪个？炒蛋。想去而一直没去的地方。想去一直没去的地方，火星。出去旅游一定会带的非必需品呢？我特别喜欢带一些我平时都不怎么穿的 T 恤。凹一个自拍造型吧。是吗？我觉得挺帅，要不要买下来？这个吗？对。买了，就这个。那你看中的走秀款，也会想尽办法得到它吗？走秀款呢？必须的。如果只有一次机会，会选择和哪个国际超模共进午餐？我之前跟那个 Kendall 合作过，可以跟他吃顿饭。每天花多久时间做皮肤保养？一点时间都没有，从来都不做。如何评价画了眼线的自己？一般般啊，没事就不画了。未来最想尝试哪种发色？基本上都试过了，坦白说。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穿衣风格？帅。有没有偶像包袱？没有。包袱是什么？一个演技好的歌手和一个唱歌好的演员更倾向于哪个？这俩都不是我的菜。最怕演什么角色？什么都不怕。最怕听到粉丝对你说什么？最怕他们不跟我说话。收到过最不可思议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昨天小刚老师送给我一件将校呢啊，军大衣，太帅了。有哪些是你以前做过的现在再也不会做的事情？我觉得现在我有点老了，可能极限运动啊得少做点了，注意身体。我茶已经上来了，真快。确实。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. 用宁可也不造个句吧。我呀，我觉得人呐，我宁可丑也不要没有才华。你觉得呢？我也同意。最喜欢模仿的一个明星是谁？没什么喜欢模仿的，喜欢做自己。但坦白说，篮球里面啊，我喜欢科比，有些动作可能会模仿一下。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才艺呢？这个事情怎么能告诉你呢？告诉你就没意思了，你慢慢发掘吧啊。好的，最想要拥有什么超能力？可以飞。如果给自己设计一款 app， 会做成什么样子？来一个那个同城约球吧。你觉得哪个明星最适合被做成表情包？除了我还有别人吗？一天你最美妙的时间段是？睡觉的时候。收藏了最久的一张 CD 是？没有这个爱好。去 KTV 会选择哪首歌开嗓？ Bad Girl。 最喜欢一句歌词，唱起来吧。而我是一只单身狗，不要虐狗，放开你的手，我想我需要一杯酒。给自己的唱功打几分？嗨，一般般，及格六分吧。会反复看很多遍的一部电影是？老炮。最近读的一本书？最近看剧本看得多。最想记到一句口头禅？一至十分为自己耐心打几分？什么？一至十分为自己耐心程度打几分？耐心啊，耐心八分吧。颜值呢？颜值9分吧，少一分我怕你骄傲。幽默指数呢？
11分，多给你一分。你觉得哪种颜色最能代表自己？黑色吧。如果有人划破了你的车，第一反应是？赔钱，10万。睡衣还是裸睡？那必须啊，得穿点东西，不能裸睡啊，对吧？大男人。运动鞋还是皮鞋？运动鞋吧。吹风机还是自然干？不好意思，没头发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坦白说啊，我喜欢一见钟情以后啊，慢慢的日久生情。嗯。哎，我教你的围巾也到了，对。这么快就到了这个，看看啊。哎呦，这还写了我名字呢。哎，真的。KW。哇、wow, 有我的这个 initial 啊，那你就慢慢欣赏你的围巾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好的，下次见啊。 Good talk， 拜拜拜拜。